对你来讲呢，你觉得怎么样的一个女生，你认为她的生活轨迹里面最终她可能有机会成为一个女强人？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小时候的影响非常的大。一个女性在职场上要达到你这样的境界，或者说某一种境界，其实是需要两个字，叫做勇敢。你应该用你的女人的魅力来让他们帮忙你吗？对不对？我想说，我想想一下，我不需要用这方面，就是用温柔来让别人帮忙。对，你的生活会不会只有工作？不会。我的，你另外一面可以告诉我吗？那是什么？可以，很野的哈。